怎么还不走？不叫我妈。每次你都说能不叫你妈妈吗？你能考得好，可是结果呢？啊？回去吧。说我虐童，说我是儿科容嬷嬷，你们全家都是儿科容嬷嬷。喂，小雨。小雨，说话呀。我好怕，我不知道怎么跟妈妈讲。别怕，你不知道怎么跟妈妈说，你就先跟我说，我去帮你跟妈妈说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学校旁的饭店门口。你在那待着别动，我马上过来找你。朱哥，怎么了？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点了面。谢谢。谢谢。你叫我出来就是为了吃面呀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说话呀！哎，都是说话呀，急死我了。没事，想你，动一下。不可能，你肯定有事儿。你要不说的话，我给你妈打电话了啊。考试没考好，怕我妈说我，现在都没事了。真没事了？你的话快画完了。真的？下次见面我给你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终于等到这天了。你画的什么呀？画好你就知道了。下次我们去秘密基地。这么神，好期待哦。这家面不错哎。当然了。回来了。哎，你不声不响的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睡着了呢。老邓啊，娇娇一不在，你不觉得咱这办公室都显得特安静吗？安静点挺好。一点都不好。那娇娇一休假呀，我这心啊空落落的。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？你要是真那么闲的话，我帮你安排点事儿。我睡了。风雨只是暂时的，相信有一颗强大心脏的你，能够平稳度过。我们都相信你。老大，我有急事出去一趟，你帮我盯着。你也不陪陪我啊？哎，邓老师，你去哪儿啊？邓老师，
邓老师急急忙忙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我看了会儿电脑，自己就跑出去了。看了会儿电脑就出去了。这个焦家人真是疯了。秋秋，秋秋怎么了？啊？对不起啊，邓老师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哼，你看你自己现在这个样子，挺帅呗，是不是？额头上还弄个闪电疤，哈利波特呢？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？你要想想现在的处境，你现在可是上热搜的人。告诉你不要去人多的地方。你倒好，还往市中心跑。哎，彭满、雷浩，你们有焦家人的消息了吗？一直联系不上。怎么回事啊？有了他的消息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我还有台手术。嗯，好。哎，现在咱们同心是越来越有爱了，就连古公主都开始关心三千了。要不怎么是我女神？怎么在这个时候坏啊？你费那么大功夫就是为了找小雨啊？他放学的时候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他很害怕，有些事情不敢跟妈妈说。我实在是放心不下，才冒险出来的。小雨比你想象当中的要坚强，他现在已经是个男子汉了，知道怎么跟家里人沟通了。倒是你自己，你一个女孩子，别成天像个居委会大妈似的，行不行？别老是操别人的心，多管管自己的事儿。原来我在你心目中是个女孩子呀？那要不然呢？你以为你是个女汉子啊？其实你心里啊，就是个小女孩。头发撩起来。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烂漫的歌停留在嘴角。夏日后走散，风扇转了转，时光吹不散那年勇敢。午后吹凉风，蝉鸣三千声，窗帘随风遮掩我的心动。故事已完，我却还未习惯。我对你的喜欢不是说说，像风铃的呼唤，甜美透彻。告白的计划搁浅，被时间冲散。月亮也躲进了夜空，风也不知所踪，浪漫刚好糊了口。日记簿里的喜欢有时无助。午后吹凉风，蝉鸣三千声，窗帘随风遮掩我的心动。故事已完，我却还没习惯。青春期的遗憾，种种离散，像风铃在耳畔叮咚轻叹。这是故事不该完，只你伤已还没还。哦哦，只怪固执少年轻松追逐爱已懵懂。一到我房间那里来吧，我就感觉那么危险。不会有记者跟过来吧？啊，你得小心点。我去那边看看啊。
家人，哎，雷浩，你有叫家人的消息了吗？我一直联系不上他，真奇怪了，我一下午都没联系上他，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正准备去公租房看看呢。哎，行，你去看一下。哎，对了，你跟邓子昂说一声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